所以讲你外有当时小朋友练功，最好就是关心那练练的就好哦。其实还好，你一步一步都是不一样，外面都好好弄功，对了。有心的，咱就尽量较认真的，较用心的去哦。虽然这是咧比赛，对啦，还是要把它调对对，一定要有敬业的吼。咱这是敬神的节目吼，对个，咱这个敬神，直接来甲阿爸吼，阿叔啦，你来排队就收到。哎，比如讲咱这个奖牌组，阿大家拢做咱数数数，心大进财啦吼。来，谢谢，这个在当中，哎，阿爸来甲我们这个好朋友，大家咧，这个真真感谢一个啦吼。是。这个朋友，我们这个好朋友，大家非常的团结啦。来上座哦，来，啊，这个我全部有感觉啦，好，到今年有这年再来分享哦，哎，那个有点讲完了，接下来嘛是将会二姐花花威，好，那个这边介绍安排的啦，蝴蝶团体哦，那个我们首先要介绍精彩的歌舞秀哦。Thank you.
好的，谢谢。现在我关心了，我都捧捧阿星啊，吼，你那个袂主动啦，啥个袂主动？我听那个戆啊，来，来，啊，那么爽，那么爽，那么爽，真正。